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吴映洁。欢迎鬼鬼来。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式走出来，感觉怎么样？见官发财。见官发财。对。见开棺见喜。对不对？对。但是，所以这个全部的 idea 是。我们的那个 MV 导演、MV 导演来想出来的，他想要让我就是告别幼稚，告别幼稚，新的开始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用一个粉红关的方式，告别幼稚没有关系，可爱的风格还是可以同样的呈现，对，就是还是可爱，还是本色，可爱还是一定要有的就对了，对，所以就是不能忘记自己本来有的东西。OK， 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个粉红关稍微。干了多久？大概10秒、15秒左右的时间，没有太久，没有太久。对对对，但是同时在那个时候，心里头稍微忐忑一点点，有没有真的觉得得到新生的这个体悟呢？好像有，有一点点，就是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感觉。OK， 所以我们刚刚先是透过了活动一刚开始哦，看到了你在去到了韩国，练舞，然后包括了小生活的一些片段这样子。所以同时我们也要来聊一聊这次的新的作品的推出。刚刚看到的片段也是为了这一支新的单曲叫做《拉咪拉咪》，特别去到那边跟 Sunny 老师，就是之前 Sugar Rush 的老师，然后特别这次也找他编舞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说看到老师的时候，就特别觉得心里会有一点紧张，紧张，因为他很严格，很严格。对，然后他的眼神我觉得会杀死人。影片上面看起来完全不像。对，但他平常是真的很严格，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雕的。对。看得出来你第一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累到的感觉，就是第一天蛮傻眼，就觉得自己跳得很烂，因为刚开始暖身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进入佳境之后，现在对于这一首新的单曲叫做拉咪拉咪，对，昨天你先是有 teaser， 就是短短的先抛了一个15秒的预告，感觉有点复古的风格，对，要不要我们来介绍一下？这次 MV 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，因为大家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就是很可爱然后漂亮的样子，但我不想要画面是这样子呈现，你想要有一点稍微有点冲击性反差的，所以就做了一些比较不敢做的事情。今天这个很反差，对，就是其实棺材也是一个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想法，然后没有想过会让我躺在里面，先让我预习死亡，就是新的开始的意思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预习这件事情是很好的。对对，但是我先体验到就是这件事情。对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畏怕的，因为过去就是从这个歌手之路来说，你看现在又找到了新的东家，今天像是你的婚礼一般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一种那种要嫁女儿娶媳妇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先跟我们聊聊过去的这几年，然后很久没有以歌手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又加入了新的大家庭，加入了 AVX Taiwan 的感觉，还有包括当时的契机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我是很害怕当歌手的，然后这次会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就是想让自己重生，因为某一年的跨年是我心中的一个阴影，就是阴了差不多一年多吧。原本就想说，那不要唱歌好了。你曾经真的有这么想？对，我想说，那一直走音也不是办法，就是我也不想要一直走音，就是那我想要学习，我也可以控制到。我不走音，然后让大家可以不要再去骂我，就是要骂也是可以骂啦，但是负评摆在别的地方这样子。对，歌手的这个，就是我其实是在战胜我自己心里的恐惧，然后就是害怕唱歌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很害怕的事情。这个是你的最大的恐惧。你说演戏可能我还不害怕，那唱歌就是我还是一个算是，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国小生的状态。那你这样讲，我们要期待这个新今天晚上的这首新的作品的话，对，那至少好歹有到个高中的境界嘛。准备升高中，但是我觉得上场考试的分数我还是不及格，所以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，让自己变及格。其实每一位艺人也好，歌手也好，都是一直不断的在磨练的，所以勇于面对自己的挑战跟那些难关，其实这个才是真正怎么讲学到的教训跟可贵之处。对，那聊聊跟 AVX Taiwan 这次合作的契机好不好？这次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签给他们。塞，今天这场我都觉得是怎么样接话大考验。不是不是，我先说一下，不是你这样对，造成了一个是有病。大家听
我们看着你们。我不想签给他们的原因是，我那时候人要去拍戏。嗯。我还没有思考到这个环节。哦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回答。对，就是还没有想好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心里会觉得，要去吗？会不会他们亏钱？之类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花钱可以，是，但我不想让别人做亏钱的事情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一方面也是因为跟你过去，譬如说当歌手这件事情有一个难关跟阴影。对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一点点不想要负累到。对，我不想变成他们的累赘，就新闻出来说我是他们的累赘，这样我很难过。这样就懂了。所以我拍完戏的过程，我思考好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才。就辗转又碰到了他们的人，然后又继续在聊这件事情，所以才确定要签给他们。所以你看，在那么多不同的峰回路转，其实我觉得就再一次验证，其实你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忠于自我，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害怕的点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安，甚至于说没有自信的地方。但是现在有了这么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，反而会有一点点怎么讲，怀疑自己。对，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抛弃我的怀疑自己，然后面对自己跟挑战自己。毕竟都是明天又是一个对不对新的一个岁数的开始啦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新的期许。你怎么觉得好像是我变老？应该不是吧？不是一直都说要三十岁这件事情是一个话题吗？对，但是我对好啦，是要变老了。没有，是要告别过去的幼稚，新的一个展示。重新。这样讲突然觉得好悲伤。不会啦，哪有？但是你自己对于新的因为8月11号是你的生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什么新的生日之前有没有什么新的期许啊？刚上台前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有蛋糕，但是我的团队一直跟我说没有。我现在觉得应该到底有没有呢？我们一直都在等那个 Uber Eats 什么时候会送。会有吗？应该不会有吧？有吗？等一下看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这边台下的这边就直接先说，待会儿我们看好不好？这一来日方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今天会给我一个惊喜之类的呀。但是那不管对于你自己来说，你对于30岁这个新的一个告别20代，进入到30代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，然后一转眼我到3字头，就是以前还是1，然后后来是2。现在就变3，下次就变4了。但是我希望我可以保持我现在的样子到下一个10年。但是同时在演艺的这一方面，包括歌手这一方面，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期许跟想法。对，就是30岁，然后想要接受另外一个挑战，也是蛮不可能。但是希望我可以挑战成功。一切都是要从今天晚上，就是对明天的凌晨12点正式都会上线，包括了全球的音乐。今天。就在明天凌晨，今天晚上。今天凌晨吗？就是今天的晚上的11点。今天的过12点的时候就会上线我的 MV。全新的作品，跟着你的，等于也是你自己生日的一个很好的。对，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对，那我们在今天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不只是宣告加入了 AX Taiwan， 同时也是对不对？今天是29岁的最后一天。对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听听看，来自于我们对不对？今天是你的一个嫁女儿的仪式，我们也要听听看娶媳妇的这一方啊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你说的这一句话之后，还愿不愿意回来台上？让我们也要欢迎来自于 MX Taiwan 我们的华语艺人总监，让我们来欢迎 David 哥严宗林先生，掌声欢迎！欢迎！我们下面是不是有蛋糕？好，这个是头纱来的，我知道 David 哥有话要先说，对不对？先请 David 哥先为我们说几句话。首先谢谢大家那个台风之后来参加。后面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没有，好吧。其实我们是期待已久，这个跟我们鬼鬼的合作，我们期待了非常久。刚才讲说，我们其实聊了蛮长的时间，那今天非常开心。那在鬼鬼的生日之前，我们有这么正式的一个加盟 AVX 的这个等于是一个确定哦，我们来迎来鬼鬼加入我们 AVX 的大家庭。那各位都知道，鬼鬼其实在戏剧、电影，在广告代言，然后在很多其他方面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哦，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艺人。那在音乐就加入 AVX 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音乐的部分，我们会用 AVX 集团的这个力量跟资源来全力打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个刚刚应该不会生气说你们我不想签给你们吧？不会不会，刚才那个有一段我没有听清楚。好，那就好。在后台那我对拉面。
me, love me 的意思就是 love me, love me， 希望大家可以 love me, love me, love me, love me。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看首播，在那之前今天晚上12点，就是今天的夜晚就会就上线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先抢先跟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分享。那我想请大家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放下你的相机，然后打开你的眼睛，看看我的 MV。 反正这一段拍了我们也都是在旁边看，对，拍了也没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用眼睛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